吓到。你那时候哭真的就是，我觉得，因为为什么大家可以去看 MV 最后一幕，就是你很委屈，我离开了你很委屈，后来我回来了你就哭了，因为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懂你。我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种父爱的感觉出现。那么早就有对我有父爱？我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生廷翰，哦对，哎廷翰。廷翰在哪里？哦，廷翰，我儿子。廷翰在哪里？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生。要不要跟我们挥手？在那。虽然。他主。虽然非常非常谢谢你，哎，可以邀请廷翰来看你演出，他真的很。我当然要看他了，他女儿。他真的很孝顺，他说那个爸爸你有点感冒，还是他上来帮我唱。哇！多么贴心的小朋友先生。他在那里啊，跟我们啊所有的好朋友打一个招呼喽，你站起来。好，你站起来。不是我老花，都看不到。好，先吧，我们在后台看他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在后台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害怕。对对对对。OK， 其实我想说，在台湾工作的日子里面，真的认识很多好人。对，淑君啊，王淑君，阿 T 啊，台正宵啊，Denver 福茂老板，有一个对我非常好，对，让我感到好像家一样，对，所以我想留下再为我多唱一首歌，一首歌颂友谊的歌曲，好，来纪念我们每一位的相知相交，好不好？好。